我的演唱会。11月24号加场的那一场是22号后天开卖，但是今天呢，我要送出第一组票。售票之前，我想要讲一下这场演唱会，从2年前开始跑巡演，然后真的是非常好看，所以才会返场。然后希望有机会的话，当天可以看到你们。然后这是我的小小一点心意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送给有缘人。OK。哎，我想要问一下，有人知道我第一首歌是什么吗？第一张专辑第一首歌？啊？负心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看过我的演唱会吗？你确定？那两张票送给你。现在已经蛮多年没有这么机会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跟大家接触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演唱会很特别，因为我们的演唱会就是这么近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。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么多粉丝朋友们来捧场，然后觉得很感动，跟大家一起合唱。还没买票的朋友们，11月24号加场还有机会，然后很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，一切都很顺利。Wish you a good life。哦，你真变态你。你要我的底裤，让我留一件内裤好不好？这一路上真的觉得很不容易，但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力量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支持着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数到三，马来文怎么讲？沙沃杜瓦迪卡，沙姆，沙杜杜瓦，吉达，雷迪嘎嘎 ，What？ 哦，迪卡，哎呀 ，You do it, man。Singapore, let's turn it up. Tonight's going to be lit, okay? I can't hear you. Now let's do this.
这一路上其实真的学得很不容易，但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常常半夜的时候我一个人觉得很沮丧或者觉得很没有动力的时候，我就会上去看看你们写给我的信，然后觉得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力量，然后我真的想要感谢你们一直以来支持着我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手机要注意会驼背。